怎么了？老九，快起来！老九出事了！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多砒霜？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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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1962年5月23日，长白山地区首次发现未知生物。吴昕发现一片黑色，聚焦，状如金贝。1982年6月14日，二湖湾出现绿色幻影，近10名工作人员目击沉入水底。1993年6月9日，气象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在主峰地区目睹4条巨型未知生物。2005年7月21日，长白山天池主峰西侧湖中再次出现约7米长生物。身体如同巨蟒。至今为止，仍不断有民间团队关注着长白山水怪的消息。更有甚者，私自进山考察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共有2471人在科考过程中受伤，暂无任何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本台节约电力。5月4日。长白山地区一民间探险队与南天门地区失去联系，白山市消防大队迅速组织搜救力量，已于今日下午2点40分到达南天门地区。40余名搜救人员对南天门及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搜索，希望尽快解救两名被困人员。路特别滑，注意点啊！快下面，注意点下面！好了，小心，当心啊！注意安全，那边有声音，真的。各位观众，您好，这里是聚焦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白宁，现在为大家报道万众瞩目的长白山游客失踪事件。经过搜救人员的多天不懈努力，游客最终被找到，目前生命体征正常。据了解，五一小长假期间，户外爱好者丁晓、孙大壮两人在长白山地区走失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醒广大户外爱好者，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。你们为什么要到长白山深山里探险？我们就想调查一下。你们要调查什么事情啊？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吧。哎呀，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，有什么好拍的？我们想去哪是我们的自由。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，孙大壮？你走几天了都不和我联系，你哭了是不是？我怎么办啊？佳佳，行，不是你，跟我们说一下吧。佳佳，现场感觉怎么样？跟我们说一下吧。跟我们说一下吧。你具体调查什么事情啊？
钟哥，我今天不是针对你啊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佳佳，我们先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杨叔的生物研究所。最后做了几次啊？数据都还是不太理想。你这个数据都核对过了吗？你们俩在这等我一下。啊，我觉得可能数据我都交给他了。啊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请问你找哪位啊？啊，杨振东叔叔在吗？啊，在。杨老师。钟兴，杨叔，好久不见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学生一涵，这是钟兴。你好，你好，一涵，你去帮我照顾一下里边的病人。好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有关我爸的事情。上个月。在我爸的遗物里找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载了24年前的研究成果，暗合理论。但是我发现，上面标注的时间就是我爸失踪的时间。日记本上只写了一页，介绍了暗合理论，就没有别的了。杨叔，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没有告诉我？24年前，一支由4人组成的先锋科考队从天池出发，他们去考察长白山天池水怪。你父亲钟文山是这次科考队的队长。老九，少喝点吧。我说啊，还担心我这个事儿啊。行了，赶紧上船走吧。都准备好了。哎，好了。啊，哎，慢点啊。哥，哥。哥，振东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我看还是别去了。你看这雾多大呀！再说，有没有水怪还不一定呢。放心吧，暗合理论我研究那么长时间，我相信它一定存在。你回去照顾你妈吧，你妈最近身体不好啊。回去吧。行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好。这一去就是24年。不是，我只知道我父亲是一名生物研究员，没想到他还研究水怪呢。他想证实水怪存在的真实性，于是就私下找了3个同事同他一起去考察，可这些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手里有暗合理论。你有了暗合理论又怎么样？你一样还是不能去。暗合24年才出现一次，而这一次就在这个月的14号。你父亲出事以后，外面有很多说法。有人说，水怪掀翻了船只，这4个人葬身湖底；还有人说，水怪不是普通的已知生物。他们是远古生物的后裔，十分凶悍。我作为你父亲的同事和朋友，坚决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不论我父亲还在不在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科考队失踪的真相。杨叔，不管有多危险，我一定要去。24年了，我不能再错过了。暗河理论是指长白山天池的水下有一条暗河通道，
连接到另外一个神秘的未知区域。每隔24年，天池水位下降到最低点时，暗河的洞口就会显露出来。仲晓，我答应你来，不仅是为了完成你父亲的遗愿，更要把你们都安全地带回去。喝口水吧。杨哥，咱们在这瞎转有什么呢？半个点了。别跟我废话，跟进来得了。100米，就到悬崖了。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儿，时间刚刚好。还有50米，严总，再不掉头就来不及了。全速前进，快！30米，20，10米，咱们是不是好像都失灵了？我看看，这里地处偏僻，四周被青山环绕，看来没有被人类发现过呀。什么设备都用不了，这不就进入一个原始社会了吗？杨老师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看把你们吓的，没有电子仪器又能怎么样？再说了，我们是经过野外生存训练的，什么危险我们没遇到过？救我呀！救我！救我！抓住！抓住！抓住！快！救我！救！救我！走！救出！
我来这儿不是送死，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要回去。大事不好了！刚才我回湖边看了，乌龟真长上来了，安河没了。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但是按照安河理论推进，洞口再次出现是在明天的这个时候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大军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下来，等到明天早上再说。谢谢你啊，今天救了我。没事。我听说暗河理论是你父亲研究出来的。嗯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，但他总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些想法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上大学那会儿学的什么专业？我大学学的是医，研究生念的是生物学。
那你喜欢这个职业吗？喜欢啊，而且杨老师对我也很好，很开心。聊着呢。啊，杨老师。杨叔。你们聊，我去睡了。好了没？等会儿。就不该带你来，净添乱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。走。怎么了？什么呀？找找。现在看来，既然我们能来到这儿，这也证明了他的暗合理论是有科学道理的。但是过了这么多年，这种生活环境下，很难能让人活下来啊。趋光性很强，钻入皮肤会使神经麻痹，如果进入大脑就直接死亡。行了，回去把手洗洗吧。将他们留在驻地没问题吧？他伤得太重，不宜行动，等我们找到线索再回来接他们吧。
来。朱香，哎，你听，前面是不是有条河呀？这样，这林子里太不安全了，我们顺着河往上走。好，这边走。杨叔，你看，好像有人来过。啊，我们在周围四处找找吧。好，四处找找。啊，走，去那边。出发了，说顺着河的上游去看看，找找其他线索。哎，我说你，你是不是？不活，放过我！杨总，上面发现两具尸体。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，科考队，
就是在这里失踪的，我们现在是在河的下游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你父亲失踪的秘密啊，很快就要被揭开了。 记录来看，曾经有人生活在这里。壁画上一些记载了这里的秘密。这才是完整的守护链。蠕虫食人，但又惧怕这水生怪物，看来他就是蠕虫的天敌。水怪就是他们的守护神。走，我们赶快去找他们。慢点啊！
给我撞上，把弹放下。钟晓，你，钟晓，干什么？给我站住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是来帮你查明真相的，你还在装，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仲夏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先把他放下。我们刚到这儿，就遇到了卢庄，他是一个未知生物，而你知道躲避他的方法，这证明你不是第一次来。当然，我研究生物这么多年，我懂得当然比你多。是，是多一点。 不愧是钟文山的儿子，杨叔佩服你。没错，24年前，是我跟他们来到了这里，是我首先发现的这个水怪蛋。要不是钟文山，我不用等这么多年。
这玩意儿真够绝的啊！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最先发现水怪的人啊？这蛋真大呀！但是我先发现的，是不是也应该分我一份？九哥，钟哥，这玩意儿可是无价之宝，这要在市场……沈东，我们是来做研究的，拿走它，你和盗猎贼有什么区别？它是咱们最先发现的，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咱们。沈东，你彪啊！你要再敢起刺儿，我就……哎，九哥，就不应该带他来，他跟咱不是一路人。水怪蛋将是我们生物界最伟大的发现，它的价值无量啊！但是咱们有了，你就为了这个水怪蛋杀了他们啊？你记不记得帐篷上的手电筒？你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把蜱虫引到他们的帐篷里，你们明明有五个人，而只有你一个人逃了出去，就是一个杀人犯。老师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是我杀了他们，我不杀他们，我无法拿走这个水怪蛋，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永远把我踩在脚下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可惜当年我运气不好，让我在暗河口碰到了蠕虫。为了活下来，我只好放弃水怪蛋。杨教授偷走了水怪蛋，快追！你救不了他们，快走啊！老九，老九，别管我，快去追！没想到这个阴魂不散的钟门山，竟然还能追来。他的死是他咎由自取，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闭嘴，杨志东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杀了自己的队友，杀了自己的朋友，杀了自己的兄弟，你想给他们报仇吗？你来没有？别动！你们几个全都没脑子！你杀了他！放了朱翔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想到我最亲爱的老师居然是杀人犯。遗憾，别动。遗憾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把弹给我装好。有一种滋味比死更可怕。
看见你被水怪的，庄山，怎么又是你呀？啊！24年了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为什么你总跟我作对？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不是保护生态、保护环境吗？啊！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庄山，你阻挡不了我。说不清楚，你们照顾好易涵。接着，忠哥，这老头子干什么？上面传来的，那边。走。
你们看湖边。
这就是钟叔当年的办公室啊。对，哎呀，都二十多年了，还能留下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密码？拍照那天是我的生日。